种就是你们说的公主病，一种是要好好呵护的那一种。然后请你们自己眼睛要睁大一点。来，男生女生追，追跟被人家追的自己要注意一下哈。老师不会制止你们说要谈恋爱，但是请你们自己要自己注意安全。不要再讲了，自己安全很重要。然后有一些人呢，有一些人那个脾气啊，比如说常常臭脸的，注意。好，最后面拿你们东西，好，拿来照我自己。不要再说他是忽悠啊！不要再啊！再加上忽悠就是超过六年呐、啊。然后，对，八年。三班同学，我说一二三的时候，你们说谢谢老师。一二三，谢谢老师。好，同学去拿你们的。